到我的领带嘛，哈。那时候我是用手帮他做的，因为他说他不肯，所以我是用手动帮他做的。啊，你看，现在脚是可以的，我要给他看。很棒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没有很棒吗？最棒了，对不对？最棒是谁？啊？妈妈是你最棒，对不对？嗯、有没有跟你讲，我去游泳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嘿，妈这么不懂了，还没带她去游泳啊？还要教她游泳啊？对不对？那我后来我是不是就？教你教会游泳了，对不对？好吗？你游泳的时候也是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，哇，这个老奶奶也游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一点一点的教会妈妈，对不对？妈妈你是最棒的学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啊，哎，你是从上面照还是？对啊，从上面照可以看到脚在动啊。哦，这样。对啊，对。那你照完上面照，从下面照他的脸。对啊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时候是不是我们去游泳的时候是不是？啊。轰动。轰动武林，他惊动万教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这么老了还带他来游泳，那最后我们是不是游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到你一点一点的学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从一点点会游一点点到全部可以来回游好几趟，对不对？最多可以游到200公尺，没。后来就每天游200公尺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个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游泳的朋友，十几年没见了。哎，我游，看到哎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说你怎么搞的？十几年还游的这个样子？他跟我说老狗学不了，他告诉我老狗学不了新把戏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指着我老妈说，哎，什么老狗学不了新把戏，我妈妈是小狗，对不对？我妈妈游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我妈妈学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妈妈你是不是游泳游得一级棒？啊，里面好多人都游不过你啊，对不对？哦。有那个隐因为证，对不对？我妈妈这80几岁在游，旁边的人游的比有些游的跟我妈妈慢，对不对？啊？啊，对对，记不记得啊？我们那边呢、啊？那个我们的邻居，我们那边住家的人，他们就是因为看到我妈妈游泳，才看到这个女儿的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闯妈妈给游泳的，那个怎么跟大家？”我讲就是我。很多人认识我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我带妈妈游泳，对不对？是妈妈游泳游得好棒，对不对？江妈妈第一名，江妈妈最棒了，对不对？哦、好厉害，妈妈对不对？对。现在也是这样。哎呀，奶奶里面的第一名奶奶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个福建的那个地方，没有90岁的了。嗯。连80岁的都少了，嗯、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江妈妈最棒了。我们90岁还来游。
还来还来那个，还来复健呢，做运动、而且还进步哎，就是重要的是，哎，他不是来，不是来做样子的，啊，不是来混时间的嘞，是来努力的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们从根本就没有办法，那个脚根本都没有办法动，对不对？到现在可以这样转，可以转转转，可以骑脚踏车嘞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第一名？啊，妈妈，我们是不是厉害？啊，江妈妈很了不起，江妈妈，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厉害，妈妈厉害。以前我妈妈做的时候，一开始吃足了骨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我妈妈吃足骨头的样子？玉婷，你有看到妈妈一开始是吃足骨头的？可是你看现在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脚吃了苦头，一切都值得。对，嗯。现在脚这样溜啊溜的，溜啊溜的转，对不对？啊，妈妈，脚啊溜啊溜的转。有没有脚？有没有溜啊溜的转？对不对？现在脚溜啊溜的转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太棒了！现在脚可以溜溜转呢，溜溜转呢，对不对？脚可以溜溜转呢，啊。是不是脚溜溜转呢？嗯，太棒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棒了？哎，我要请教跟他前面后面。溜溜转，脚可以溜溜转，父亲老师都跟我说，你还期望什么？你能期望什么？超乎老师的。你能期望什么？不要退步就好了。好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大的进步，对不对？好，又停了吗？停了，停了。再跟他讲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好了。你等一下，放下一会儿。